这种的吗？像那个、这个。哦，对，类似这种。我们电脑萤幕的话都会用这个。OK。然后因为电脑后面本来就有四个孔。对对对。就可以锁上去，然后后面的支架都可以去做搭配。嗯哼。像这个的话就是配西型版的。那有没有办法是上下的？因为你现在是左右，那有没有是上下两个的、哦啊？有没有办法这样子？上下两个就是。如果把这一个也换成这一种的，它就是上下。哦。那或者是像嘴边上下，它是可以横着接出来，也可以。因为我目前是想要找一个就是正常的萤幕，然后但是上面又再多一个萤幕、但因为萤幕大小还蛮大的，大概32寸，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可以办法架比较高，看起来是不太行。对啊，上面的是32寸还是下面？哎、欸，都是32寸，看起来是没办法这样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好像高度，哦，这其实是可以伸缩的，不确定会稳，不知道，就是可能要我们要测试看看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们有测过说你们可以放几寸哦？重量是不是，重量承重的话大概是2到4公斤都可以。但是因为你那个比较大，对啊，比较可能会比较晃。如果有需要的，因为我们做 ODM 和 OEM，如果客户有这个需求，我们是可以去试着设计。OK， 对。不过现在比较看起来是还没有。OK， 好，谢谢。OK， 用医疗可以使用，因为医疗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那可以给你换个名片？可以啊。换个名片，是摄影工作室的。那我们这个的话，后面有 QR code。你们是台湾公司吗？对，台湾。OK。工厂在台中。OK。好，谢。Woo-hoo-hoo!